美国歌手小甜甜布兰妮自2016年开始和健身教练山姆交往，直到去年6月才登记结婚。两人婚后也时常在社群分享甜蜜又恩爱的日常，不料新婚刚满一年多的他近日传出遭第三者插足婚姻，导致两人低调离婚，而山姆本人也出面证实离婚消息，引发外界热议。日前小甜甜透过 IG 回应此事，坦言他和山姆已经不再是夫妻，虽然两人相处长达6年，但还是因为某些原因决定离婚。他并不打算公开离婚原因，因为这是他的私事，没必要告知大众。布兰妮透露自己在社群上总是展露出最完美的一面，然而现实状况却是一团糟，自己也无法再忍受这样的痛苦。不过他也非常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往后会坚强努力的生活，让自己过得更好。粉丝们都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会再度恶化，因此纷纷留言为他加油打气。